Thank you.
管他你说输的人到这儿吧。咱今天就试试分他。年纪就是咱上次打完比赛后边那一队，我感觉我明显太胖了。就是咱们后边有一个留比较长头发的有一个，也是还是挺久还是挺大，然后他们就穿越就明显了。就是不想赢，就是你不知道原来双汇，他们跟双汇现在我还是六六在的这个主力，然后现在我要打该球，就为了拿个戒指呗，现在因为不简单。其实我跟你说，这样他们不一定就能赢，因为我上赛季不是跟他打败了，那就典型嘛，就一败涂地啊，那这决赛不输了吗？烂了。不会就是他也是这样。
They pick regular people, but I'm not regular. I feel like this is normal.